最近汪明荃和老公罗家英夫妻档上阵，为银行 App 拍广告，并且担任宣传大使。他们在活动中透露，当初不知道原来是接拍同一个广告。少子彼此财政独立， Lisa 姐被问到知不知道家英哥的身家有多少，他就表示当然不知道啦，更加大爆老公婚后赚了不少，但就不满意他多年来都没有加过家用给他，还表示讲钱伤感情。家英哥就直言一向都不让 Lisa 姐知道他赚多少，扮穷是最好的，虽然 Lisa 姐都不会可怜他。